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月3号星期四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狮子座的朋友们，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难的时候呢，身边的好朋友都会力挺我们，一起度过难关。摩羯座的朋友们，对于投资理财方面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跟专业的判断，就能够让自己有不错的获利。双鱼座的朋友们，可能会有人对我们展开热切的追求，所以出门的时候这个穿着打扮要好好的留意一下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星座提醒天蝎座的朋友们，在职场上我们要知道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跟每个人都要好好的相处才行。处女座的朋友们，在伴侣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争执，要好好的用理性来沟通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咖啡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黑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灰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红色。